今日是谁看到家己心爱的妈妈，慢慢走入来会场。这几位妈妈，拢是南投县今年度各乡镇市的模范母亲。现场所有的来宾，也用上热烈的鼓声来加欢迎。南投县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表扬活动，今仔日是从溪头一间五星级饭店来盛大举行。今年总共有16位模范母亲得到这份光荣。县长李朝卿翁阿婆以及立法委员林明进也亲自颁奖，对这位伟大的妈妈表达上大的敬意。很欢喜啦，啊，过紧张了，欢喜加紧张拢有啦。到了70岁，我就从来都没有来到这里，实在是，哇，实在是好高兴啊。县长李兆清，还有他的夫人，我看到他们呢，我都很高兴。那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能够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哈，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哈正面的价值跟意义。今年南投县接受表扬年会上大的母亲，就是这位来自德山镇的妈妈。她已经高龄98岁。这位妈妈在她37岁的时阵，因为翁婿过身，就家己担起车用四位囝儿的责任。迄当阵，伊上细汉的查某囝嘛只有4个月大。今仔日你有欢喜吧？你有欢喜吧？有欢喜吧？有欢喜吧？阿娘，有欢喜吧？有啦，有啦，就欢喜啦，有啦。啊，祝母亲节快乐，永远健康。我亲一个来，哇！咱一个家庭吼，如果啊无一个妈妈吼，伫照顾咱的家庭吼，家庭这温暖呐，都会缺少很多吼。啊，所以啊，妈妈伟大，我们都随时随地都要去孝顺自己的妈妈。活动最后，还阁有带动唱的活动，一个妈妈嘛对咧跳咧快乐的舞蹈。和这个温馨的时刻，也充满着快乐的气氛。记者蔡彩虹报道。